谁的主意把它搭起来的？我们练团的时候是拉拉提我们这样子，
去试试看，然后就觉得真的很酷，很好玩，很好玩哦。刚好我们都有共同的制作人，对，陈俊豪老师，肖老祖陈俊豪老师，是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想问看看告人跟许佳颖合作的感觉是什么？很一开始很紧张，可是看到的时候他很亲切，很亲切，对，就是他甚至有时候有一点呛呛的吼。嗯，跟我们的时候没有，我们痛蛮对，我还没时间呛到，真的吗？但殊不知其实告五人本身更呛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问一下拉拉咯，你跟告五人三位合作的心情是什么？就是很好玩，很轻松，非常的青春，感觉真的可以，他们的歌真的都好听又很好唱，对，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唱的那种，对，好好听。有告五人的粉丝吗？很多吧。也要再问一下哦，这个等于是你跟拉拉合作的这个前身是隔壁的泱泱嘛？好，我也在唱泱泱，等于是他们是前身的合作对象。第一届的木曜演唱会的时候，刚好跟告五人合作。我知道，对，这首歌很好听。但后来他们说，哎，我们刚好之后要办那个演唱会，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。对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因为演唱会延期，对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你过几天就会收到通知了，对，我等你们电话哦。所以其实告五人这样听起来很喜欢跟碟字女星合作，泱泱、拉拉、露露，我早就练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睡很久？这个是没有想很久了，总是要铺陈，要一起 beat 吗？因为我也那个你们的歌我都练很好哦。真的吗？求人多作怪，我最好全部就是走来。走来，走来，掌声鼓励，可以。那但是拉拉，我问你们几个人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左手边大概9点钟方向，有一个长得很像虎标万金油的老人，请问只有我有看到吗？这位先生，请问你站在旁边当薪水小偷多久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也有点主持费？哎呀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在听你们在聊天的时候。不一定要去破坏这个节奏，有些时候主持人在旁边就是这样看，聊得好，你看，你因为有时候在聊天当中，没有人称赞你说能行吗？我在旁边鼓掌，没问题。问题是，他刚刚在旁边有讲话吗？我没有讲话，没有吧？没有啊。好，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说，你认识许佳颖吧？那怎么可能不认识？拉拉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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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问你身上有我要的东西吗？有的，在这里。哪里？来啦，你想试试看吗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你先随意唱一首你最敬仰徐佳莹的一首歌。我跟你讲，我最敬仰她的是。好。我的心跳白白啊，走三关。该换素衣啊，花中原。哇！可以吧？拉拉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很好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现在是四平贵一翁波川啊，就是安尼，他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歌仔戏融入到他的歌曲里面。对，这个对地方的贡献有多大？地方的贡献，对呀、啊，开玩笑，这个就是一个。本土又国际的一个歌，对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台湾的某一个角落设一个徐佳莹的铜像，你说对不对？那就倒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也是有点太多了，太客气。那我讲这么夸张的话，您来执行。戴了安全帽不太方便。哎，因为我们这个有点像以前的看木曜，直接班上哲青笑得很开心，是不是想打打看？对啊，你们这样打来打去，我们没被打，感觉被边缘化。你我们怎么好意思打你？没有问题，这个扇子，打打看，你打打看。这个扇子哦，只有声音不会痛，因为它有扩胸。那你打自己，没有问题。我打自己，我们不好意思打你。好，我打自己啊。等等，你要讲之前，你要先讲一个搞笑的笑话。打我自己啊！你打，我打台哥。你打，来，你是那个力道大概是这样子。往死里打，来。你来一次，一人打一下试试看，来，这样扇子传过去哦。大家别担心，我们木曜的那个演唱会或者是见面会都是这样的。还有60秒，一人打一下，来，一个啦啦，拉拉打完就请打。新年快乐！感谢，请镜
全庆新年快乐。台哥，对不起，全庆，让新年快乐。来，你这个太轻了嘛。哲谦，哲谦，哲谦打，哲谦打。哲谦，来，没问题。哲谦，实力打。我示范给你看，哲谦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哲谦，来打你，来这样打，这样打。来，哲谦，来，我不敢打你，我先打我自己。对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没错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全清，来全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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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全清，全清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人家是云安。你在乱讲！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云安？难道我说他是云南白药吗？云安嘛，这 OK 的。谢谢台哥，我是云安，但我也不敢打你，我打我自己。不会，我觉得这次像上去年你跟泱泱的歌啊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谢谢台哥，我们很希望是说明年如果真的跨界的时候，是其实也可以考虑我。台哥好，如果你考虑我，我们。